星赵露思近期飞往米兰参加时装周，期间顺道在当地旅游，一路上被不少粉丝偶遇，她也亲切的与粉丝们合照。结束时装周的行程后，日前赵露思准备搭机离开，没想到在米兰机场竟碰巧偶遇王源。在看到王源经过的时候，赵露思还出声打招呼，向对方道别。王源听到之后也回过头挥手回应对方。两人打招呼的影片在网络上曝光后，立刻引起网友们热烈讨论，纷纷好奇的询问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。其实王源过去曾与赵露思一同出演电影《1921》，而两人会在机场偶遇，是因为王源也在米兰参加时装周，恰好活动结束后准备飞往伯克莱音乐学院上课。网友们对于两人的友谊感到十分意外之余，也敲往希望双方未来能一起合作出演戏剧。